空调来的初级手，不怕过吗？哎，不要堵到嘛。就这儿。不要挤嘛，不要挤嘛，不要挤，不要挤。看一下嘛，书记都要下去。我们看一下。新来的文教书记啊，要跟钉子里下棋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哎，快来！就来，就来！跟你们说，啥事？那个钉子里啊，要跟新来的书记两个下棋了。哦，真的啊！哎，快来！新鲜。哎，拿得当心点哦。哦，恐怕钉子里要凶点哦。丁山进义，十五进路。绝杀！连输了三把。钉子里，钉子都没拔到啊！哎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输钱呀！输钱的。赢人家啥？天下之大，不患无才。我就不信，没得哪个能治他。对头，就是。说得很清楚了嘛，你咋紧到缠着我呢？哎呀，同志，你妹妹那个学校不在我们那个管区里头。哎，同志，你听我说。哎，叶英，快快！哎，同志，同志，他们系校解散了，您就行行好啊，同志。哎，同志，哎，英子，哎，英子，给叔叔下礼。哎，你们农场不就是要唱歌、唱戏、打球、下棋的吗？我们也不能跨地去招工噻。哎。你要是让我妹妹和我一块去农场，我给你找一个下棋的。有下棋的？有。下的怎么样？没说的，外号棋呆子，远近十几个学校有名的。嗯，好，跟我来，走。快什么地儿？哎，呆子就关在这大庙里头。嘘，这边。呆子，呆子，呆子，呆子。啊？呆子，哦，这儿怎么关这么多人？呆子。哎，呆子，快快走，走，哎，快走，哎，我的棋，哎呀，真是呆子，快点，哥，哥，快点，来人了，啊，来人了，快走，呆子，快，快走，走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进去，快点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啊！你抓我干嘛？我是看热闹的。哎，你连夜查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下棋吗？这么细长的手指头，一看就是个捏棋子的。来，杀一盘。我带着家伙。外边这么乱，下什么棋？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，弄得这么哭哭啼啼的。来，我让你先走。
你先走。你还说不会下？这炮二平六的开局，我在郑州遇见一个葛人，就是这么走，差点输给他。他们干嘛要抓你？铁汉他们干嘛要救你？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快走，走！我的旗！哎呀，快点，快走！你们这是，快走，快点来了！啊，出了什么事儿？我昨天的人追来了。王医生啊，王医生，我算服了你了。嗯，他就是王医生啊！啊，抢了半天你还不知道他是王医生啊？你不认识齐呆子？不是刚才给你下棋吗？我知道齐呆子是王医生，可不知道王医生就是他呀！哎，就是他。哎，你简直是大名鼎鼎，故事太多了。今儿个又有什么段子？哎，他认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为师。每天替老头撕大字报，没想到撕了造反派的告示，让人抓去了，当成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。哎，你没见这两天大街上贴的都是打倒王医生？下棋吧，何以解忧，唯有象棋。你读过曹操的《短歌行》？什么《短歌行》？哎，那你怎么知道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？杜康是什么？哎，杜康就是一个造酒的人名，后来就代表酒了。哎，你把这杜康换成了象棋，挺有意思。哦，我是听一个老头说的。那个捡烂纸的老头。不下棋，就讲个故事吧。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，你听过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杰克伦敦是美国。
你们怎么回事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下去，下去啊！我们和那老同志说过了，跟谁说也没用，这是行李车，闲人不准上来。快下去，下去啊！快点，快点，走吧，走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坐一觉真香啊！哎，你看，再看看，看你脸上。哎，你看你，好看吗？还瞧你脏气啊！你看你看，呆子。哎，铁汉，哎，你们到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们。走走走，到我那儿去坐。走，走走走。来，在这儿坐。他是王医生啊。王医生同志，为了办你的手续，我们费了好多劲哦。我们地区有一个奇人，是一个世家后人，奇下的金，外号钉子李。为啥子叫钉子李呢？他下棋啊，把老将钉在棋盘上，哪个让他拔钉子落将，他就认输。咱们地区的文教书记刚从上海调来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文化人，可还是败在钉子李手下三盘。看来是让你给书记报一箭之仇。还真热闹啊！呆子，今天晚上讲点什么？哎，就是您是今天晚上讲讲前蓝纸的老头吧？哎，还是你在给讲故事吗？哎，走开！快！哎，我去点火。哎，喂！哎，快！有一回我抄的几张棋谱不知道怎么找不见了，以为当垃圾倒了，就到垃圾站去翻，正翻着有个老头推着光过来，冲着我就喊：嘿，你个大小伙子，怎么抢我的买卖呀？我说不是，是找我丢了的东西。等我找着棋谱，他说叫他看看，他在路灯底下很快的就看完了，说这棋没根呢。我说这可是以前市里的比赛。老头说哪儿的比赛也没用，这叫棋路啊。瞧这儿，这儿狗脑子。我心了说怕是碰上艺人了，就问他当怎么走。老头哗哗地说了一通谱，真的不凡。我就提出啊跟他杀一盘，我们俩就在垃圾站下盲棋。老头的棋吧听头几步没什么，可招子真阴真狠，打闪一样，网得开吧，收得还又紧又快。往后啊我们俩就见天见在垃圾站杀盲棋，居然哎平过一盘，嘿，还赢过一盘。见老头的最后那个晚上，他送给我个小布包，回家打开一看吧，包着一本艺书，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手抄，边边角角补的又补，乍一看吧还真他妈不懂，那上边不是说的象棋，是说男女的事儿，
老头说，道家讲阴阳，这本医书是借男女之事讲阴阳，阴阳之气相由相交，出不可太盛，太盛则折，折是折断的折，太弱则泄。运动来了，一切都得让路。本想借运动会搞个象棋擂台赛，现在只好取消了。苏锦，那些尖子咋办呢？让他们先回各分厂去吧。苏锦，那个棋呆子咋个安排呀？把他留近点，留在一分厂。见一下我，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吧。真的太好了。哎，王医生分在几分厂？他好像就留在一分厂。重摆吧。哎，我还有棋呢，飞听江有隐。戴总，我们该出发了。留在一分厂啊。比赛取消了也好，先摸摸你。我琢磨着你讲的那个邦斯舅舅不好，那是个馋的故事，不是吃的故事，不如杰什么伦敦，杰克伦敦。戴子，要分手了别忘了交情，有事没事互相走动着你啊。哎，呆子来信了，呆子，哎，哥们儿，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要到这儿来一趟。是，哎，哥们儿，英子，开饭了。来来来来，哎，
怎么忽然吊起嗓了？总场吊他去上板戏，不错呀。哎，听说呆子上山拜师去了。嗯，不干活了。嗨，他请了个假。行啊，这样。阿周，哎哎，哥吃什么呀？茄子。这是宋朝留下的残局，你可走得通？马四进六，马六退八，马八进七，马七退六，马六进四。我要收你为徒，这残局你可走通了？还未通。最高之事，输了一茬，搏一茬。西北片的林子输了啊，啊，林子输了，输了。一般，去过西北片，过西北片，西北片。啊，二班，看书。啊，二班看书。三班，继续砸山。继续砸山，砸山。哎，别走了！铁汉，下山偷点菜去，招待呆子。远远看着就是你呆头呆脑的，还真是你。你小子他妈怎么摸来的？回去细说。呆子，你好吗？啊！听说总场又要筹办比赛了。啊！哎，你去吗？嗯。告诉你，我也要调总场去了。嗯？演出队。啊。英子，等铁安他们回来，一块儿来吃啊！好嘞，哎，我待会儿再来啊。呵，你挺麻利啊，惯了，哎，也不费事儿。
哎，你去放哨，有人来就咳嗽一声。哎，啊。最高指示，守一圈，隔一圈。哎，十了！哎，抓住，有肉吃了，抓住了，有肉吃了。抽颗这个怎么样，也抽上了，这日子过得不错吧？不错，真不错，还说什么呢？粮钱还要什么呢？不错，真不错。你怎么样啊？这没错，粮也有，钱也有，可就是没油啊，主要是没什么玩的，没书没电没电影。你们这些人呢，没法说，想的劲儿那锦上添花，我挺知足，这人得知足，顿顿饱就是福，可就是没什么人下棋。哎，我们队倒是有一个，啊，据说下的不错。真的？在哪儿啊？看你急的。你不是来看我的吗？人家还没下班呢。哦，哦，哦，我还真来对了。这半年多呀，就是找不着个下棋的。来了，哎，哎，阿忠，哎，到家了，哎，阿忠，哎，给你，蛇，喝，行啊，哎，哎，呆子，呆子，要不你先把我衣服穿上，一会儿吃饭要出汗。先光着吧。王医生，我们大伙儿认识你。是啊，我们听说你好多故事呢。让脚卵和他下一盘吧。哎，脚卵不一定肯下。哎，叫小英子去叫他，他赶不来。你们那头快点啊！阿忠，哎，哎，哎，脚卵来了。哎，啊，你好。我叫倪斌，人儿倪，文武斌。因为腿长，大家叫我脚卵。其实“卵”字是很粗俗的话，请不要介意。啊，贵姓啊？我姓王，王叫王医生。王医生，嗯，蛮好蛮好，名字蛮好的。医生是哪两个字啊？一二三的一，生活的生。嗯，蛮好蛮好。哦，请坐吧。啊，请坐。听他们说你钻研象棋，蛮好的。象棋是很高级的文化。原来喽，我父亲棋下的蛮好的，在城里很有些名气。我只会走动一点点，蛮爱好。可在这里，根本没有对手。你请坐吧。小英，啊，我们先回去一下吧。好吧。对不起，刚刚下班，还没有梳洗，你候一下好了啊。哥，我先走了啊。阿忠，阿忠，哎，哎，哎，哦，问一句。令尊也是棋道里的人吗？蛮好蛮好。哎，小弟，起得早，别忘了来吃蛇肉啊！不必了不必了，
好的。张老，你说什么呀？那不必了，蛮好的呀。蛇肉当然是要吃的，待会儿下棋要动脑筋的。请留步。哎，小兰，小兰，拿点酱油膏来。好嘞。哎，有醋精也拿点来啊。别管他了，焦卵啊，就是这么个神神叨叨的人。家传的棋有厉害的，几代陈县的棋路不可小瞧。今天老乡放火烧火，各班派一个人在屋头值班。哎，今天老乡放火烧火。谁进来吗？哎，老乡怎么样？这么礼貌了？醋精我没了，酱油膏也没了，就这么一点点。你可以问小英的，凑合了，凑合了。那整的怎么吃？哎，告诉你们，吃蛇肉可有讲，不能碰铁，一碰铁就腥。所以啊，咱们今天不切了，就用筷子撕着蘸着料吃。哎，哎，啥没有？我来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抓它的时候啊，还被它咬了一口。一会儿啊，我咬它。好，哎，准备喂液吧，吃起来。鲜哎，新鲜，新鲜，买好买好。年年中秋节，我父亲就请一些名人到家里来吃螃蟹、下棋、品酒、作诗。嗯，那些人的诗做得蛮好的，而且互相写在扇子上。这是古董，明朝的，很值钱。我来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，平时跟你们下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棋。今天王医生来了吗？我们好好下下。
成败吧。一赢不算胜。再来一把。杀盲棋吧。炮二平五。炮八平五。马二进三。马八进九。车一进二。车九平八。车二进六。卒三进一。炮八平七。马二进三，卒七进一，马三进四，车二进六，卒三进一，炮八平七，车六进五，士四进五，卒七进一，车二平四，给你穿点衣服吧。卒六平五，马四进五，士六进五。卒五进一，将我乱了，记不得。天下是你的了。你的棋是跟谁学的？买好买好，你的棋下的买好。你穿的刺儿片，王医生光着膀子，怎么了？下次比赛，初赛的时候，我遇上了王医生怎么办？那就下呗。书记说了，我不像你，可以直接调到演出队。只有地区比赛打赢了，调动才好说话。要么，你再让你爸爸给书记写封信。别忘了，这还有丁子礼呢。哎，你吃不吃？不吃，不吃。你呢？哎，呆子，一会儿摸鱼去啊。嗯，嘿，昨晚你赢了，犒劳犒劳你。嗯，
还真能。哎，用点柴火，用点柴火，快快！行了，哎哎，我说，哥几个别吵了啊！好，来来来，好嘞，哥你先生，先生，赶紧下。哎，酒在谁那儿呢？这不是你喝的吗？你着什么急？哎，酒呢？哎，都给他都喝啊，喝热了好下水啊。再烤，再烤。哎，你们几个别烤了，别烤了，再烤啊，谁也不愿意下去了啊。哎，哥们儿，给我一口，来，哎，走走走，谢谢，啊，哎，这水可真烫哎！你说，人也是，干嘛不学学鱼呢？哎，这人要是学了鱼啊，改名可就是鱼打人了，把人网上来。开膛，退毛，再练干了，把男人女人堆在一块儿。有熏人、红烧人、清蒸人，还有人汤，还有糖醋人。鱼给没收了，白辛苦一早晨。那还不队长吃了呗？哼，天天茄子、南瓜，胃都上酸水了。哼。他还有意见啊？你可别小瞧这茄子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拌茄泥儿、炸茄盒、烧茄子，哼，哎，慈禧太后啊是最爱吃茄子的。把茄子焙干，用鸡油煨上，再用温火那么一炖，啊，给我拿下！好，打了！这种人呢，黑货，拉不住宰了，炒了吃，还得背干拿鸡油喂死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啊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我只知道，我母亲在乡下当丫鬟的时候，跟一个长工相好，有了我。他们约好了，一天晚上出第三颗星星的时候逃跑。我妈在屋里数星星，她屋顶上正好有一道大裂缝，一颗星星出来了，两颗星星出来了。等到第三颗星星出来的时候，他跑出去一看，满天都是星星了。我妈给卖到北京城里的窑子，一解放，窑子取消了。我妈抱着一岁的我，吃穿无着，就跟了我现在的父亲。为了拉扯我们长大，他到处揽活儿，给人家洗衣裳、糊纸盒、叠书叶子。我会下棋，还是帮他叠书页儿、叠棋谱的书琢磨出来的呢。我记性好，成绩不错，我妈高兴，可是就不许我下棋。一见我下棋就打我，她身子弱，都打不疼我。看我念到初一，她死了。死以前跟我说，这一条街都说你棋下得好，妈信。可是妈在棋上疼不了你，你棋下得再好，那毕竟不是饭碗，你得记着，为棋不为生。
后来，跟我说，等你初中念完了，就去挣钱。你爹不行了，你妹妹还小，家里我就指着你了。妈要走了，一辈子没给你留下什么，只捡人家的牙刷瓣给你磨了一副漆。说着，姐这布包里就拿出来了，都是一丁点大的棋子儿，磨得光了又光，赛象牙。可上头没字儿。妈说，我不识字儿。怕刻不对，你自个儿拿了去，自个儿刻吧，也算是妈疼你好下棋。我们家多困难，我没哭过，哭管他们什么用啊？可瞅着这副没字儿的棋，我绷不住了。亲的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打！都上来，都上来！
呆子，再住几天吧。到底通过患难，一天福也没享成。我的假不长，这么大的野林子，还得转悠好几个地方。王医生，啊，后会有期吧。哎，小英呢？今天早上去总厂了。哦，车子接走的。啊，走吧。会漏掉嘛，总舱队都掘出来了嘛。哎，你再给查一下脚卵。什么呀，他叫倪斌。对，叫倪斌，查查。嗯，哦，在篮球座。篮球。哎呀，快点，快走，窜窜。哎呀，倪斌，倪斌，快上快上，等你得分了，快点。哎呀，还就到还就到，快把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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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这哪是打球啊！哎，休息会儿。野蛮野蛮，太野蛮了。哎，小卵啊，你怎么打起篮球来了？就是，说的是，我倒是棋类组，可偏偏安排我打篮球，还是主力。哎，看见王医生了吗？是啊，奇怪，怎么没见人啊？总厂还特别给他安排了比赛呢。这事儿都惊动了地区的文教书记。烂板烂板。哎，小英子呢？哦，我带你们去找他。今天晚上他们还给运动会演出呢。走走，来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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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哎哎，这几位是地区的名将，在这小地方能有他们这样的功夫蛮不容易的。快点，小英，英子。哎，小英子。哎，在这儿呢。哎，这找到你了，英子。刚才那几个是女团的。嗯，哎，听说呆子越完抓了，当了俘虏。啊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嗨，他请假出去下棋，正赶上知青打架，就把他扣了。嗯、啊，这不可能。哎呀，我到总厂打听的。是吗？啊，选你问。再不让人再去总厂打听打听。你去找他，阿忠。对。呆头呆脑。你们看，那是谁？哎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哎，大家跟我一块喊，一二三，王医生！对，来呐！哎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哎，你到底上哪儿了？赛的怎么样？全都决出来了，明天就要夺地区冠军了。遗憾，太遗憾了。你怎么样啊？我没赛成，总厂调我去篮球队了。也好，争地区冠军的必是各县的高手，看看也不错。哎，呆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哎，快说说呀。我到了十五分场，打架用火药枪，没法上路。是不是把你给当成人质了？没有啊。还好还好，幸亏没出事，我再到书记那儿给你想想办法。走吧。走走走。你怎么好久不来玩了？你父亲捎信来，
关于你调动的事好说，我已经让下辈的人去办了。哦，谢谢书记。您嗯在写字。哎，吃。书记真是一手好字啊。我呢随便玩玩。文革前我到过你家，见过不少的字画，是那才是好东西。哎，损失了吗？有些抄走了，有些坏了。嗯，哦，不过我可以给家里写信，挑两幅像样的送给书记吗？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它的价值了。哎，你把你那儿的漆。嗯，什么呀？没什么。他对上有副旗。哦，我对上有副祖传的乌木旗，明朝的。哦，要不我给您带来？啊，带来我看看。好的，倪斌啊，你说的王一生，就让他参加比赛吧。举贤不避私嘛。太好了，谢谢书记。我不想赛了。为什么？哎，你真傻，这是娇鸾拿乌木旗跟你换的。下次就是你把旗为什么带给书记啊？好的。哎，今晚哪儿睡去？就是这么多人。哎，怎么样，跟我刷月去？好。今天晚上我领你们到舞台上去睡。啊，舞台电工和我挺熟的呢。哪个电工？我不在了，没意思。倪斌是好心，可我还是不想赛了。哎呀，管他呢，你能赛旗，脚卵能吊上来，一副旗又算得了什么？那是他父亲的旗呀，东西好坏不说，是个信物。我母亲给我的无字旗，我一直性命一样的存着。哎，大家知道儿子好一点，那旗是舍得的。反正我不赛了。被人做了交易，倒好像我自己占了便宜。下得赢下不赢，是我自个儿的事儿。可这么赛，让人家戳脊梁骨。呆子。王医生，嗯，啊，来吧，请，请，来吧。这是这次地区象棋比赛的前三名，这位是王医生，棋蛮厉害的。哦，想与你们三位高手下去，大家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嘛。啊，那你啷个不参加这回的比赛呢？我们都在这儿待了好多天了，要回去了。就是要回去了。哦，我不耽误你们，和你们三个人同时下。盲棋。嗯。我们不会下盲棋哦。咋不下盲棋嘛？你们看着明棋下，咱们找个地方。哦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走噻！啥子事情嘛？农场那个子琪儿要同时跟前三名赛棋，快点快点，快来看！就来，快点快点！哎，老田，忙啥子？哎，跟你说，农场那个子琪儿啊，没赛成，他不服气，现在正在棋场。走，快去看。真的？哎，下的如何嘛？哎，听说还可以哦。哦，哎，你看，有点吓人。
家的人。哎，赶紧，你就甭说，你看看，挤着呢。下棋呀，下下棋！哎呀，怎么可能？下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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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棋了。起场试试，好，谢谢方便，好，好，可以了，来吧。哎，你们往后，往后，不要急嘛，不要急，别急，大家受点气。哎，干嘛？哎，高手几丈后，三个人下都不怕。我也算一个，我也算一个。哎，你先走，你先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别急，乖乖的进去吧，都往后，别往前走，都别急，别急，不要急，听见没有？不不不不。你们三个怎么样？可以，还有谁报名？同时和前场没下棋哦，我们大爷这次没有出山，只因为对手都已见过面。听说有人不服气，我们大爷有请。我知道你的来路了，不必了，只要你们大爷肯下，就跟他们一块儿下。行，既然下盲棋，我们大爷只在家里，命我传棋。好吧。好。师父吉利，九个吧。好。书记，钉子里出山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哦，那个棋呆子没赛成，不服气，约了前三名同时下，把钉子里影射出洞了。好，哎，你给我传棋谱。哎，哎，所有的棋一共九盘喽。啊，车轮大战啊！那我只要钉子里那盘。要得。哎，这个是搞的是啥子名堂？这个是名棋盘，下棋着。哦，里头再下。事情闹大了，你们几个朋友看好，一有动静一起跑。不会的，只要你能赢，什么都好办。争口气，怎么样，有把握吗？九个人呢，还有那个怕江湖的不怕朝廷的，参加比赛的人的棋路我都看了，就不知道那六个人里会不会冒出冤家。最后来的那个人，我知道他的来路，他就是钉子李。钉子李，拼了。书包你拿着。
不管怎么样，书包不能丢。从来没见过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跟九个人下，九局连环策论大赛，我一定写信给我父亲，把这次棋谱都寄给他。好酒饮，甘拜下风。君一平儿，足其敬意。将死平五，马二进三，马八进七，君死进一，君一平二，主七进一，有主平死，
耗武进武。向三进武，炮六进。进气，该把钉子挪将了。嗯，秒。气是道家的气。嗯。哎，咋个了？钉子里的气不？咋个抱不来了哎？我家大爷的一封信，后生，老朽身有不便，不能亲赴沙场，命人传其实出而来。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气道，我看了，会道善于一路，神机妙算，先生百世。后发制人，潜龙治水，气贯阴阳，古今如江，不过如此。老朽有幸与你接手，感触不少。中华气道，必进不退，愿与你做个忘年之交。老朽这盘棋下到这里，全作赏玩，不知你可愿意平手言和，给老朽一点面子。
合了吧。我家大爷请你到寒舍去静歇两日，再谈谈棋。书记请王医生去谈一下。Mm-hmm.